我也是五十了哈，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这个老哥哥们呢，<laughs> 大几岁之后，这个年龄上是个什么感觉？是觉着有老的感觉吗？有点往下的，我告诉你，你别问他低落的感觉，你问我，我我我比他大一岁啊。<laughs> 我告诉你啊，人每过十年都会有明显的心理状态的改变，四十、五、十、六、十都会有，呃，尤其刚跨过这个坎儿。 你会有悲哀的感觉。你比如我五十岁那年，我就心里觉得，你怎么怎么五十了？我小时候看五十岁的人都快死。了。你不是坐山雕吗？啊、对对。然后吗？他没有，他没有，我有,有啊，有，大爷 <laughs> 有。今年五十嘛，刚五十啊，五十啊，啊你快五十一了。哎哎、你嘿，你就我，你让我再嫩一年不行吗你？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会。坐山雕就您这岁数，我碰见那杨子荣。哎，我告诉你，那我还没混成坐山雕呢。<laughs> 你等你六十岁那天，你会觉得五十岁特别好。 什么也没有，年龄值钱，我都想哈、啊。你现在不羡慕八十的吗？我不羡慕，<laughs> 那个我跟你讲，哎、啊，<laughs> <你>我跟你讲，你不是妒忌人我呢？我刚才一开始我们就在说哈，就说我我真的是在想了一刻，我都想当时你们那儿有一沙坑，你想我都想得多具体了，你们那学校怎么我隐隐约约有一沙坑，但是呢我又想不清楚在哪儿。你说我们学校啊,啊？对啊，有。然后 然后我就在中戏啊，中戏啊，我对中戏非常熟。我为什么上来就说四层？四层是最高层，他们全住在四层里。我肯定是很熟。女生在四层，女生对这事。一来恭喜了马爷的美好回忆。马爷上次当年到中戏找女生是姜文在门口拦着。我确实不记得，天怎这么不懂事你太不像回了，马爷对不起。你不可能记得。然后呢，这个我在想哈，如果我能往回。 退回去就是年龄哈，我愿意丧失所有没有用，人就是年轻值钱，剩下都不值钱。哎，那你说你有什么社会地位？你有多大财产？到时候就是一零。不是你有这个呃养老的考虑吗？你比如说那叫讲，越说越累。他不是他不挣钱，他能活一百一？对，你跟他说但是他现在咱现在不趁机多捞几把，那将来老了，呃，这个挣钱能力可能会下降。 对吧？花五百日什么的都好好吗？什么的都有是有可能。是我我花五千日我我花五千日我都认识孟广美，我这不还是一百天上来就砍一刀。我都认识孟广美了，我也认识窦文涛了，我能老到哪儿去？我到不行我找你们去，啊往他们家门口一坐。想管开管饭是最低标准。你怎么说这个最低标准呢？我们管吃饭挺讲究。哎。 哎，你说的他跟这个女生广美，你这个女性角度也可以聊聊。对啊，其实江导来了，我们不能只谈他，就不完整了。哦，是吧？嗯，咱聊点什么？聊点您夫人的事儿。嗨、嗯，不是啊啊，聊聊，我以为聊聊没问题，没问、嗯、不是，您夫人也是您的这个，您的作品的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灵魂人物嘛，对不对？而且我最我昨天还发现一件事情。 他在前一部电影里面只是一个选角的副导演，嗯、是吧？嗯，他这次是总制片人。温州人嘛，人家人家不愿，人家必须当老板。嗯，<laughs> 所以、这个，人家有这种感觉，好像是这种感觉好，嗯、感觉好像是我老公说：“哎，要不你来当世茂天界的董事长吧？”哎哎，哎我告诉你，这是我跟你讲，再三辈子都不会发生。我告诉你，你们家为什么就发生？你就告诉他这么一件事儿，嗯，你就真答应他。 你绝对比他他不可他不可能要求我这么做的 <你 S 2> 啊！那我是这么要求？我说那你你你,你,你愿你愿你来呗。他说他一定是电话好，不是，因为我呢不爱算账，算不过来账。<对> <coughs> 我不是跟他说吗？我说，再大的账也是仨瓜俩枣对我，值不得我费那么大的心思。我真的是这么想，我觉得犯不着的。但是我们家他就是这个周老板，他会觉得。 你这样叫浪费，你这是又浪费生命又浪费大家。他愿意把这事儿接过去，那就让他接呗。那<好>那我想请问，嗯、就是说那大事儿听谁的？多大事儿啊？<laughs> 不是，我说拍戏，拍戏的时候啊，因为他是总制片人。拍拍拍摄听我的，<laughs> 但是拍摄花的钱呢？所有我不想听的事儿都归他了，<laughs> 都归别人我不管了。但是要是拍摄超出预算了，<对>听谁的？什么叫预算？ <laughs> 这就是老婆当制片的好处。你想不想把这事？你请人吃饭，请人，我觉得我<对>我到导演就是请观众吃饭。你老是说这菜太贵，那那菜太贵，我觉得没意思，对吧？能一顿饭能贵到哪儿去啊？一电影能贵到哪儿去？一顿饭贵不啊？一个镜头有时候挺贵，也不一定。我觉得他吹牛吹大了。他他他他说的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有心请大家吃一顿饭。 这菜多贵就点了，就这,这餐厅里最贵的菜能怎么、啊？你不能点的菜还说这贵，就没意思。这这个我都能理解，你别别尽管我是小市民阶层，对吧？我都我都真的觉得做个节目哈、啊，在有的这个范围内啊，尽可能他只要能好，真的是不惜代价。那为什么还那么好？但是我跟我跟合作伙伴，我都。当时有那有很多人不是为了请你吃饭，就是为了请你吃饭呢给他看，明白了吧？或者请你吃饭给这人看。 你当一局中局的人，你当然吃不好了。让马爷看老远看，哎马爷姜文不错，啊，还请龙光美吃饭。然后我跟马爷说：“马爷，将来我也请您吃顿饭。”说马爷说愿意上钩说，说行行行；那不愿意上钩说，说你爱请谁请谁，跟我没关系。其实你啥也没吃成，这个没意思，我觉得这个没意思。还有，拍电影不是为了请观众吃饭的。 有啊，为了为了上市，为了换股票的吗？有啊。拍个电影，没票房<这>能上市，嗯、能涨吗？这事儿你得问专业的，他们都有办法，这都不这都不是事儿。我反正跟谁我也不签，我就自己这么着，我觉得挺好，很好。我我、哎、干嘛呀？我弄那个？我,我觉得，因为犯不着，<柔>因为我觉得中国电影呢这么多年哈、啊，我我们有一个就是解不开的事儿，叫电影情节。 我说我们年轻时候看电影是必看，有人上来就呛我一句：“什么叫必看？”我说我很容易给你解释这个问题：扒着墙头，脚底下垫垫六块砖，扒着墙头看俩小时，这就叫必看。是看过吧？是。我们过去看电影不让进呐，<是>不让进。第一，先抢人家票，抢电影票，没抢过还画假票的，<laughs> 画假票，文明了啊！你你你,你没干过这事儿，你太你生活的条件太好了。 我们部队大院还去抢人票呢，进不去呀！你以为部队大院里有钱呢装不下那么多人。电影院里不可能有一个空座，怎么抢票呢？部队大院的就叫穷病牛。嗯、我告诉你怎么抢票啊！你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因为入场的时候人多，那时候电影院大，可不像现在的破电影院太小。过去的电影院扔进一千多人正常的，然后那小孩呢，有个特小，拿一票举着进。<laughs> 明白了吗？这就完了，八一摘，这票就是我的。一转身，那边抢票的人一定手里不，你抢票的人不能进，因为你一抢，有人能看见。这手八票票一低喽，这手就送给另外一人了。我这回送给他，下回他得送给我，就是、这个进去拿这票就。就跟意大利专业扒手差不多。不是你别给说高了，我没那么高，<laughs> 就是为了看场电影。我们站着看电影的这个经历，是我年轻时候。 就是必修课，站着看场电影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吗？站着算什么？我们站，我们工厂那样的站，不但是站着，而且是站在屏幕的背面看场电这个看电影这不分正反面啊！对全体观众在这。涂了堵了，一说正反面就是你心里还有结，反面也是电影，无非军里这么讲啊，就这么出枪这么出，左手出枪，这个是这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深的，特别能小时候我开枪的理解，<laughs> 我能有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很深的电影情节，电影是不容糟蹋的。嗯，我我先说，就跟史航里说的，啊、第一 movie，第二幕尾 <laughs>。对对对，没错、哎、没错。没错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我先说我自己啊，我有一阵子不要做一节目嘛，那电影我得看。说电影卖那么多票房，你不看不成，不看你不能说。我看啊。 还拧着脑袋看一会儿，我给关了，我不看了，不看了，我没法做呀、啊。但是不行，隔两天说那节目还没做呢，说得看又看两次，抱着巨大的诚意和工作压力，电影看不完，那我不认为是我的问题了，我认为一定是那个电影的问题，嗯、电影太对不起我了。我们这么认真的一人，你电影得对得起我，哎、就是你电影。我觉得马爷说的特别关键，就是说。 你能让一小孩踩着砖头，扒着墙头,墙头看电影，然后不惜犯错误去抢票进去，他得多吸引人。你现在拿那么多钱拍电影，他不吸引人，就没意思了。这我觉得电影的确是这个茶余饭后得得在这个呃家长里短儿之上的一种梦想，变成一个话题。对，而且就是非分的东西才行。 你天天聊这个分内的和聊这种家长里短或者说是仨瓜俩枣这不叫电影。拿电影聊怎么挣钱，拿电影聊怎么泡妞，这都啥都不是。对对对他可能觉得这是个娱乐业啊。那我只让他们买票的人得了娱乐，娱乐你娱那就错了。娱乐是什么？叫他说这个，你能让我为此去抢票，你能为此去翻墙进去，为我让我去扒着这个踩着砖头看。 这叫牛！您娱乐不不是站街呀、啊，大哥，这出台站街这两回事儿没对对对没,没有那么娱乐。不是说小曲难唱口难开，陪着大哥吃饭这就叫娱乐？那叫贱！中国之所以有了今天，就是说，一群人号召拿起枪杆子，砸烂了一个恶心的、肮脏的社会，人吃人的社会，开始做一些靠谱的事儿。 嗯，也不能老是那么脏吧。但是，这就是说啊，你比如说现在还有些人讲，一个是电影呢，我满足一些这个俗的这种需求，甚至呢，现在都你要记得啊，俗人就是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俗人是要往高处走的，你别想让俗人瞧不起人家，这也不合适。给人点好东西吃，他会记着你原来对人。 尊重来着，您天天想着接地气儿掏人兜里点钱，人家进步的时候回头一看，孙你当时给我拍什么烂电影看啊？不靠谱那要是那要是你这么好心好意，但是他还不受落了，他还不他还不受用呢？没关系啊，给他点时间来得及。而且现在这个事儿啊，都变得很复杂。你比如说，还有些人讲，就说这个网络科技啊这些东西的发展。 说将来电影院还有没有啊？有的人说没准是互联网上看电影了，甚至还有的人说可能电影早晚都有消亡的一天。今天的孩子说就玩游戏了、嗯，我觉得消亡不了。就是说，人只要有梦想，人只要这么说啊，如果现实都能满足你，让你觉得非常舒服、非常牛，无论精神的、物质的，您不需要电影，您有这样的福气吗？就算您一人有。 大家有吗？那比如、这个、人类没那么大的运气，这个、最多是说什么呢？我拿这么点一小东西，我啪走哪儿哪儿放出一大银幕来看来，可以。<laughs> 但是你得看非分的东西。那比如我,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没有这个人生是很难的。不是，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梦想，嗯，打比方说，要是将来出现了那种真人情景互动那种游戏啊，甚至是那有很多个剧本的。 就是你这个人人做观众做主了，我选择就是这路游戏打下去，我选择那就是那样一个人生。他在游戏世界里，这也是玩法呀、啊，这也那需要人去创作啊，需要人去拍摄，需要人去把它制作出来。还有一点，您要有那么多的自主选择性，您不当观众了，您当创作者了。这世界这么多人，七十、嗯、亿人，你看看有多少有自主性的。 那么有自主性，没有特朗普，哎，他说的有道理。要那么有自主性，<laughs> 就没那么多人用这个 iPhone。你看乔布斯就是，就是这个，对吧？没有那么多要那么多有自主性，就像孟广美一样，去看一步之遥了。<laughs> 所以这事儿呢，我还得二三块而已，<coughs> 二三块，你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我这次这个叫什么？呃，邪不压正。邪不压正 其实这里邪和正里边也包含着一个人能不能逐渐变成自觉的人，能不能有自主性？哎，那但是你觉得今天的孩子是不是他们就比较被怎么说呢？有些人叫物质化，有些人叫被这个消费的东西啊弄得这个被制,的被制约的很厉害，被制约的很厉害，被被被这个这这个这个、这这这这,这,这,这低头 我觉得他们最后有机会自己再选择吧。如果连再选择的机会都自己放弃的话，那都不赖别人。哎，你你你你你不是挺关心他怎么教育儿子的吗？哦，对，这应该是已经两年前的新闻了吧？就是你不是带你儿子去新疆那个事情吗？你有几个儿子？我没有小孩儿。嗯，但<是>那你关心这事儿？<laughs> <对> <laughs> 那不是 <laughs> <对>你,你要去。 要把老公带到新疆去？<laughs> 不是，不不不，因为我我觉得哦、啊，就是说，这尤其在中国社会里面，很多的男士，就为了要这个谋为，就是你说嘛，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就为了要照顾这个家庭，其实他们是有很多借口不出现在孩子的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但是我看完那部那那一篇文章之后，五体五体投地，特宠，所以今天就来做节目来了。哎。 <laughs> 对，甚至准备生孩子了，是吧？没有瞎说啊。但是我但是我必须告诉你，那文章是假的，是吧？因为写这个文章我看到的时候，我儿子才一岁，<laughs> <laughs> 我以为还是真的呢，真的我真以为。第一我也带不走，第二呢，没人跟我走，他不听我的。因为咱我觉得这事儿可以讨论是在哪儿呢？首先不是真的，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说是真的？哎，这个文章写得好就好在。 他要造一件事儿，他他是摸准了大家的需求和安在谁身上他容易信这件事。那就是你找的写手写的吗？这我还不我还不认识这个，人。<laughs> 我这也太难听说了。啊、这个听我说，这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想找人写一个这样的文章啊，<laughs> 还就真写不出来。就认识我的，你比如窦文涛，不舍得这么说我。你好不容易咱弄一圆桌会，我请他看一电影，他他是不好意思，老姜电影真牛。 真好，我想看三遍，他说不出来。但是那种人，我不是说不好，但是他不认识我，他真敢把我写成那么好，我我也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网上很多写我好的，嗯，都是我不认识的，对，嗯。 网上很多跟我写我坏的，也都是我不认识的。我特别想认识这个人，为什么能把我写这么？你看，先呼吁一下。但是他这这个意思，人不人不告诉我。这意思你你是觉得挺同意的，就是孩子得皮实一些。对，但是我做不到。我你是特心软的那种。不是父亲，我自己都不知道在新疆一个人怎么活，我带俩，孩子，我带俩孩子怎么活呀？这个，这确实挺难的。对，的确高抬我了。嗯嗯嗯。 但是他怎么就能让人这么信？我觉得咱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他他是高手。哎、你你担心年轻人吗？比如说爱不爱看你的电影？谁是年轻人？我们了，哎，我就像没有比我儿子更年轻的吧，就这波人，就是说我已经听我儿子说让我演过《星球大战》，我儿子让我去演，嗯。 演完之后他也没什么，他看完之后他说：“这集不是我喜欢的，我喜欢那集。<laughs> ”宠着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coughs>。但是现在我还是愿意。其实这个邪不压正，我有一个私心，就是我起码让我儿子他们看着舒服，有这个一点。因为像《子弹飞》啊，还有叫什么《鬼子来了》，他们看不了。有些东西可能太暴力啊，有些东西太复杂 《阳光灿烂》，他们喜欢看，而且反复看，喜欢看。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我送给他们的礼物吧，就是他们也很喜欢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我听过一些这个老导演呢，也有点那种感慨啊，就是其实这玩意儿就是说，我还跟不跟得上今天青年他感慨什么青年观众的胃口？说，哎，你比如说有些年轻的这个导演。 呃、哎，找些偶像派，弄一个什么？好家伙，十几二十亿的票房出来了。这就是他糊涂、啊你。你老导演呢？你说胡子在哪儿啊？你拿刚才那是什么？iPhone 啊？啊、嗯，那那是一老人设计的。好多名牌都是岁数大设计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都不是年轻人设计的。哎，他会聊。什么叫会聊？<laughs> 这就是咱们说讲，就是说你你不能把那伪命题都扔一边去啊，咱聊。 真事儿，说北京不是今天拆的，老早就拆了，拆好几回了。说你要不了解这个，那你就是你就受眼前事儿困扰吧。没有年轻人喜欢，年轻人拍你全世界最好的电影不是年轻人拍的，年轻人是观众，对吧？观众不一定能创造。老导演很多东西是很好的，年轻导演不一定拍出好东西来。 这两回事儿，所以我觉得他有句话说的挺好，说没有新不新啊，只有好不好。对，年年轻人看的东西跟我们想看的有有什么不同啊？你告诉我，我们小时候叫《战火中的青春》，嗯，后来美国人叫色情加暴力，这其实里边东西都是一样的。比战争更暴力的东西有吗？比战火中的青春，你没你能喜欢什么？你这点荷尔蒙就这点东西。 十七八、十八九，你管甭管他是冰岛的还是埃塞俄比亚的，能差哪儿去啊？如果有那么大的差距，大哥，咱太走运了，咱早就在月球上，在火星上没有马斯克什么事儿了。人类这么多年的进步没多大，就是你可以说人类掌握的技术在进步，人类自己没进步，还因为那三顿饭能不能长肉在着急。 <laughs> 你自己这个基因和进来的能能能能产生的变化，对，没得的，没有变化。你跟孔子，要不孔子说你读不懂了，对吧？所以你你说在你顶多是书多了，过去学富五车，五车就没多，没多这么大一卷书，打开没几个字儿。他们他们古古代没几本书，说他们读读多少书，没马爷读的多。 这就是一个不懂，他们,他们天天崇拜古代，这就是傻子。没有马爷多，没有几个比马爷多得多的，这是事实。没那么多书啊。好，现在书更比马爷时候更多了，随便打开吧，什么百度全有。问题是您接受能接受多少？您看到眼睛里进视网膜，再到大脑里，再到你的理性、记忆，比孔子的时候。 没进步，你胃口还是那么大，你还是那么大，那你有什么用啊？你只能增加更多的焦虑，让你睡不着觉，尤其是做主持人的，<laughs> 你们为什么睡不着觉？哎，小崔也睡不着，你也睡不着，他都是当主持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操控甚至为什么？但但为什么？我为什么老能睡着？对、啊，而且还不想起、嗯。问题是这样，就是说，我不会停在一件事儿上，说他为什么我老琢磨，就过去。 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事儿，思要通过学补充，学完之后还要思一思。学而不思则罔，就思而不学则殆，则殆。所以这俩事儿要交替。因为有些事儿呢，嗯、我想不明白，我读读，我读读，嗯、我再想想。 那不更睡不着了？还不能迷信啊！想可,想可睡得着，想可睡得着。我觉得这事儿我想明白。我说他们没满爷读的书多，咔睡着了。了。为什么呀？过去拿板儿做的东西 <laughs> 写半天，卷巴一块，五、嗯、车到头了，那能有几本书啊？哦、我,告诉,啊我告诉你啊，中国经典四书五经全加起来，不足一个《青春之歌》字数多。 对啊，你看那能怎么着？得比对，不比《林海雪原》最多。那《红楼梦》咱就不比了，<对>那更多了。不是，那是后来了。书啊，书啊是次要的，但是问题在于呢，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你读书也好，你这个阅人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成人呢、啊。道理就是，就像你说的，酿成这个酒啊，得把这个东西酿成的、啊。但你这事啊，这认识啊，这事又是有点半胡的说法。成人是什么意思？你就是为了跟这锅人处事儿呗，周围乱七八糟。 就是说，你跟旁边这些线织成一个背心儿而已。你离他远点儿，你这线头直的，你不用跟他学，不用跟他处。嗯。你可以选另外几条线织成另外一块布。选择人很重要，你没事老委屈着，这当然了，要织成一块布必必须委屈着。对。要不织不成一块布。对。高手就不织了，我自己跑山顶待着去了。哎。 再高的就是无声无息，对，所以怎么不是一辈子。所以他呢，你们上市甭拉我，<coughs> 哎，我就是一个人拍我的电影。我就想过，啊，如果全是全中国人都上市，你们都有上市公司，就一块卖两块嘛，两块变三块嘛，嗯、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俩不上市，你们需要什么呀、啊？你们需要项目，需要内容要。我们俩最贵，嗯嗯，不卖你，不卖你，走。 走，因为你们没故事、没没内容啊，没内容的资金就是零，就是负担。现在内容为大，不管什么，当然了。不，那现在你拍电影不也？也上市老板越多，我们俩越踏实。不是，那你现在拍电影不也得花钱吗？<laughs> 对啊，花钱万一要收不回来呢？那这算是谁的损失呢？哎呦，您买股票收不回来算谁的损失啊？这叫投资，知道吧？ 你是自己投还是别人投？投我投啊，我先投进去。你们投我还选你，你我看你靠不靠谱？一看你,你还不配亏呢，<laughs> 你不配跟我亏。<laughs> 不是，万一赚了怎么办？<laughs> 是,是是是，因为发生过这种事儿，比如说子弹飞，我也没想着赚，我不知道怎么赚的就赚了。然后呢，杨尚成特别高兴，这大哥我觉得有点意思，就是说叫什么呃，太阳照常升起赔，不是。 还赔了一点儿，然后他来投资，我说这片儿啊，大哥，这可能是不赚钱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商业片儿。他说没哎，这我是一要脸的人，我不在乎钱，啊，进去了。好，说得好。果然赔，赔完就说，我现在就想把你的工作室给买了，咱们一块儿做。我说别，大哥，我说买不要，我花不了人家没用的钱。就说我现在吃喝以外的钱你给我，你你先拿着，先花着。 特别不踏实，我说不用，我说我说我答应您呢，我什么时候再写剧本，您先看，您愿投您投，您不投我找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吧？好，子弹飞，是这么弄的，哎，他也没说他就投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投？你看人聪明在哪儿？葛优不是来吗？周润发不是来吗？人家又不是傻子，人家来我就投，哎。哎 我才明白哦，我说这俩人这么重要啊，好、啊、重要。他以为我知道这，我就不知道。然后赚了钱了，他很高兴，把他那个上一次赔的也也也都赚回去了，然后就给我发一红包。这会儿我说不行，我说把所有人都请来一块儿吃饭。我说大哥，没人给我个红包，我说我也不想要别人给我红包，我说不好意思，这我算怎么回事？您给我钱我还得谢谢不不行。 我说，如果咱这事非得说高兴一把，不表示不合适的话，今儿我发您八百红包，您拿走。因为您就 <laughs> 您想投这篇儿，<laughs> 讲究，啊我哎、我这就叫讲究。<laughs> 拿走了。他说没人给我过红包，我说您今天就有了，这多高兴啊，对不对？因为他能认准这个东西，谁都觉得不靠谱的时候，他敢投。你就拿了另一个。这叫牛。